害，我们的设计又厉害。今天我们有两位选手，呀，看看他们可不可以成为制作人。Go, let's go。Yo， 我的名字叫做 Alex， 是个魔术师。今天来到马来西亚有嘻哈，就是为了要呛虾，来个 freestyle， yo， check it out。你有 freestyle 吗？有 freestyle 也很重要，这是嘻哈的一部分，也是能力之一，就是你是否有这样的一个词汇在你的脑海里面能够随时出来。Yo， 你要我来个 freestyle， 我觉得不行。我说的这个是效果，其实我不会 freestyle。Yo， check it out。OK， good. Are you ready? Yes. Come on. Oh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来西亚 rapper MC Ken。我的哥哥是 Hip Hop Man， 今天我没有什么准备，我就来到这里参加这个比赛，Yo， 希望可以拿到冠军。太棒了，加油！哇，痛！我觉得你很不 OK， 我觉得你不行。有 freestyle 吗 ？Freestyle， 还有 freestyle 吗？有 freestyle 吗？给我段 freestyle 吧，请问有 freestyle 吗？哟，我穿着蓝色衣服来到这个地方，我觉得风景太美，让我吓到。评审竟然在这里问我有没有 freestyle。我觉得 OK， 我觉得不行。我觉得 OK。那你虞姬先记着，先发给他们好了。虞姬先记着，先发给他们好了，都是一个梦想，都是一个模样。Big house, big dreams， 我和你都一样。谁又不希望有不了那么多？谁又不想？